华印经协会。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境界威仪。罗侯罗尊者贵为佛陀之子，也是僧团中第一位沙弥。小时候调皮，但经过佛陀的开示劝导，性格越发稳重沉静，修忍辱持境界。佛陀曾赞罗侯罗为密行第一，于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都能了知奉行。一心顶礼尊者罗侯罗，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并学习尊者持身端正，持戒静心，珍重看待戒律，并如法受持，见离生死。接下来请收看早课。
Yeah.
是云藏菩萨多难摩诃萨多难摩诃毗婆伐得多难支那难那波罗悉如是地迦罗帝须弥摩诃菩提萨埵三藐三菩提摩诃摩诃摩悉摩悉利多依毗卢毗卢羯摩诃那那那跋涉耶帝摩诃跋涉耶帝陀那陀那帝利利支婆那噶那遮那摩摩跋摩那摩帝利悉利悉斯那斯阿那僧婆那舍利跋涉那僧婆那舍耶波罗波罗波罗波悉利萨那萨那悉利悉利波罗波罗波帝耶波帝耶波陀耶波陀耶毗帝利耶那那谨墀帝利舍利那婆夜婆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悉陀夜娑婆那夜萨婆诃那那谨墀萨婆婆那那那萨婆诃悉那僧那婆悉耶萨婆那婆婆诃他悉陀耶萨婆诃则吉那阿悉陀耶萨婆诃婆陀婆揭悉陀耶萨婆诃那婆谨墀婆揭那耶萨婆摩诃帝娑羯那耶萨婆诃南无阿赖耶那多那亚耶南无利耶波罗揭谛娑婆那耶萨婆南悉殿多曼陀那跋陀耶萨婆南无跋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观自在菩萨埵多杰拉巴帝僧达摩尼摩诃波陀蜜卢卢卢卢帝奢迦勒那阿揭帝萨耶波萨波达摩僧达摩尼瑞那吽阿玛那多波达蜜南无三藐多摩陀南无波达帝阿多瑟娑喃喃喃子达揭
释迦如来，释迦。
Amen.